所以才一大早上敲什么敲，吵死人了。月亮，你看现在几点了？还一大早上。我管他几点啊！你吵到人家睡觉，就是你的不对。电击键怎么可能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定定定定，我今天从昨天定到今天，没见你定出过什么样子来。航哥，早饭做好了没有啊？我看你是还没睡醒，赶紧回去接着睡。啊，已经睡醒了，肚子有点饿，快去给我弄点吃的。小妹，我告诉你个好方法，回去接着睡，睡着就不饿了。你说什么废话，跟没说一样。小雨辰，你作为一个哥，给妹妹做点吃的，会少了你块肉啊。吃饭的时候叫他帮忙睡觉，想吃了叫他自己去做。这个天气出来睡觉还能干嘛？妈，他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不仅叫不动，还敢和你顶嘴。我没时间跟你扯，你没看到我在忙吗？算了算了，就你那点厨艺，我还用不着呢。哥，你还在订机机啊？可心，你去哪里回来？我去把我们家种油菜的那块田水上了。你饿了没有？饿的话，小妹在做饭，你去跟她吃一点。还不饿，我来跟你一起订机件吧。可心，快过来帮哥扶着。好，哥给你钉子。陪音者帮我把他抬下去。哥，你订这个机件下雨来机会被淋到雨的。你以为我这点声音都想不到？拿完网盖上不就行了？来，帮我抬上去。哥，没想到你还能做出个机件来嘛。你别看着简单，其实我也费了不少功夫。实话说得好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这也有你的功劳。还挺忙的嘛，这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时间你去看看外婆嘛，她都想你了。你怎么知道外婆她想我了？昨天我去看外婆了，本来想叫你和我去的，结果你一大早上就出门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走，跟我去把没有把那些鸡抓回来。啊，再不去抓就被黄鼠狼叼完了。是啊。